凡走下必留下痕迹，是不是？所以在天地宇宙中啊，它有它的轨迹在。只是要不要去看，要不要去了解，要去找，要去看，要去查，是很容易的事情。所以啊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这个是不是迷信的话语，这个是真实不虚的事情。而且我们在讲科学的事情，就不是说传言。哎呦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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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罗神、地罗神，是不是啊？而已，不止这些而已。现在我们身边的太多了，哦，太多的这种，你说好吗？真的不错，你不孤单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行住坐卧间呢，就是很多单位啊，大家共襄盛举，哦，把好的坏的全部记起来。那你做好的呢，比以前传输更快。以前还要什么清香三柱啊，是不是啊？庙里这个佛前还要走一回啊，人家才会知道，是不是？现在不用，现在你坐着坐着，冥冥之中就有那么回事哦。所以好的话呢是很好，像省去这个去庙宇坐计程车的钱，是不是？直接在家立刻，是不是？人造卫星传播是吧？到各地啊，还不是到一方哎，到各地啊，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超马学员的这个福利，是不是啊？觉得有这个福利，觉得自己很幸福的人举手，是不是？啊，好，手放下来。所以呢，就要多加珍惜，好。所以呢，每一天呢，眼睛一睁开呢，完全就是精进努力，是吧？实修，是吧？然后能够实证的了悟，我想这些东西很重要。哦，所以每个礼拜的过程，你的这个不管是举手投足，哦，还是气质，这个谈吐，这个作为逻辑，哦，各方面。都在进步中，进步中，进步中。这种的话，就是我们超级生命密码推动在全世界的一个基本篇了。如果你不进步，那我们推什么呢？不用推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很重要。有没有进步啊？有，不进步就有点落亏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要给他今天什么？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的，有这句话吗？是不是？所以每天不是抓着昨天的故事在那边享受其中，感动与否不是，是每一天要创造着新的成绩，好、哦，所以在这个分秒的当下是那么的重要，不是口号，也不是为谁而做，是真的要给自己一个交代，哦。那今生呢，能够我们大家都在超马的世界里面呢、啊，成圣成贤不说，而且我们还带着各种好的这种讯息场，去影响我们的世界社会，对吧？让每个人都是受用无穷。